地基柱嘛，你家己看，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啦。那讲来讲去，对我来讲，想那边出家，结果我又讲的啦，阮老爸就安尼，好起来全无死。医生过来嘛，讲奇怪，啊这那也无死，哎，我医生你讲啊，爱阮老爸死呢。哎，伊咧问我啊，食下这药想那无死，我就逼安尼，安尼啦，安尼啦，出家啦，因囝出家，个做工地给阮老爸啦。你看安尼哦，安尼，阮医生就免做啊，对啦，啊，不可思议。所以我想，咱小段那边要救命啊，想那边救命，各位要记哦。你机器人抬低抬一千架，抬五抬一千架，你今日听我安尼讲，噼噼喘，规日卖听安尼，会惊死。无要紧，你只要一个忏悔心，见晓阿我规日唔对啊，该悔向，拢得到超度。有相信无？安尼对啊，开始救命，布施食物，而且拢好食素食。我像鸟啊、狗啊、鸡啊、啊、猪啊，拢食素食，食到真快乐啊！因为一面红台，还佫食素食，啊，这只鸡啊、鱼啊，好死人！伊就来甲你报恩，做人甲你报恩，做神甲你报恩。啊，你个台免好死人，这死人伊就报完仇啊，要互你死啊，要互你破病啊！所以这个道理啊。咱来了解，所以咱都要燃香，祈求佛菩萨降临，哦，所有的神明降临，所以去给拜，感恩。然后呢，佛菩萨拢来啊，然后咱即嘛，你各位免惊，你讲啊，你叔啊，你轿车还是一个动物亡魂来啊，免我无多呢，惊就死啊。进来的人把就看有，不仅你跳开走去，啊，免惊。伊大富菩萨行就是咧救苦救难的，听不听？观世音菩萨话掉诶，他唯一的工作，念一下救苦救难。所以你有法度找更加受苦的众生，和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救得下你诶。观世音菩萨讲，你若看到苦难念我的名，那我就有法度救苦救难，因为观世音菩萨的性命就是慈悲救苦救难。那无法度去慈悲救苦救难，伊的话掉诶就无意义啊。跟他做这医生的，就是医病人，一个好心的病，有病人通医免困嘛，无要紧，要救人。所以你若无要修行咧，从啥物？拄我讲的，卖主书，卖主书，各位对即马开始慢慢来练习救别人，好冇？咱公园嘛有狗遐，啊嘛有鸟啊，啊，溪内底有鱼啊，乃至老人有老人，无阿波，嘛各位讲，我定来走去外国都要修，都要用。哎、欸，管理员呢？这是什么？这我爸爸。好，我哪知？还不知像谁？我只要看到中国里的都要修，然后超度规个亡阿婆的，叫什么？来 ，get 孤魂缘 ，get 众生缘。所以各位，连土地公都袂个倒三讲，你讲得众鬼神亲，这人真正老笃定啊，鬼神要给你倒三讲你。免烦恼，确实免烦恼，所以各位免烦恼啊！这多念观世音菩萨，多慈悲。你去关心别人的老人，恁到老人就健康；你去关心别人的囡仔，咱到的囡仔就快乐。因为呢，人嘛给你道三讲，神嘛给你感动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讲，从各位看这树啊，你莫个乱砍掉，都要给放掉。树啊有树神呢，啊有树神。那是一个树啊，就一个众生呢；一个鸡就是一个伊的囝、伊的兄弟；一张树啊，附近我都几百万众生，有形的還有狗、虾、狗、虫、狗、鸟啊。那树卡就真侪孤魂，什么孤魂？真惊拍到日头的孤魂，拢伫树啊卡。所以附近人讲，我若看到树啊，来个抓一挂水，还压一挂米，安尼啦。啊，这个坐咧树啊卡，安尼啊，因为因咧惊日头，惊到要死。啊、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连对树啊就足好，啊树啊变啊对好，就是个野水啊，卖个破坏啊，树啊卡个野一挂米啊，啊可以来吃啊，鸟啊嘛吃，啊树啊足欢喜，啊这树神生生世世给你照顾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，感恩迄个树神，感恩七天，徛遐目睭拢无开，拜菩提树，安尼感恩伊七天。所以现在你如果去斯里兰卡有菩提树就代表佛
那佛讲，树啊爱感恩，水有水神爱感恩，土地有土地公爱感恩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，魔王要来伤害伊。迄阵向阿道三讲，迄个就是咱的大土地公、监牢地神出来，啊，出来要甲迄个魔王讲，哎呀，你无多改变啊！我释迦牟尼佛第一片土地，通照700遍布施，每一片土地拢嘛布施给生命，伊才有法度成佛。里面那个比，叫做监牢地神现出来。所以各位做人爱做家好，土地神尊敬你，树神尊敬你，啊，世间神看了你尊敬你，所以叫做人咧做天咧看。人无法度骗人，人无法度骗神，人无法度骗鬼，鬼毛他心通。哎，鬼虽然他心通无种，通照嘛知影你长去找查某，啊，你个外国。这通照嘛知，嘛无多骗，所以咱台湾人真好信神呐，安尼啦，啊，信神也讲会准。但是了解这个道理，咱就会约束家己啊。但是我要讲的意思，你讲直直拜神就好呀，唔是，唔你大家去拜老师可以考试话好，尊敬老师，家己爱读册。所以你要改变命运，来靠家己。你讲善有善报。恶有恶报，所以咱的行为决定咱的命运。你就友好父母的，所以伊这人就较好命，较长寿，子孙较友好，较简单。啊，你足疼惜某囝，啊，恁查某囝就足乖，袂乱来，袂互你烦恼，结婚嘛袂互你烦恼。什么人生什么囝，是100%的道理。不过讲到这呢，人够后世人。所以各位这世人都无圆满，无要紧，后世人圆满才要紧。所以咱趁这世人来改变命运，这个什么？来修正行为，那个叫修行啊！啊，修行就是修正行为，卖自私啊，爱自卑，卖讲抬啊，搁要救，搁要放生啊！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啊，所以各位来听佛经啊，像拄啊，即搭唱歌的菩萨自卑啊。听各位听袂落去，唱互恁听。古早人咧讲经拢用唱的，敢若无流出来爱用唱的安尼。啊，唱歌戏。所以即马老人要播佛陀的歌仔戏，毋知偌好，播歌戏，讲因果故事啊。像我安尼直直讲的无几个啦，佮讲啊，大家唔走的，还真困难啦。哎，即段磨练佮磨练，阮师叫我逐天去磨练。我都不要讲话，我这个人个避暑，个孤僻，个无啥爱跟人斗阵。另外，师父逐天搞无啊，去走干干，去走路边摊，路边摊人往生，你也去甲讲，佮讲下去用赶出来嘛爱讲。哎，爱去讲道理，爱去背故事来听，啊去甲阿兵哥讲安尼，啊去甲学生囡仔讲，爱直直抄，直直练。那为着要利益众生，你爱练习，苦尽功力来皈依三宝啊。啊！你就袂对到地甲轨道啊，因为你有信心啊！啊，你有信心啊！所以各位呢，神爱拜，佛嘛爱拜啊！神甲咱保庇，佛呢甲咱加持啊！所以咱希望大家拢皈依三宝，好唔好？咱起码虽然无法度帮助所有的生命，但是咱起码先做到不伤害任何生命，好唔好啊？各位阿伯看到夹抓，本来要死，阿弥陀佛，啊，叫走了，好唔好？啊，你就改变了，你命运就改变了。啊，本来会使好死的，你就该放过，安尼放过就好了。啊，卖伤害，那安尼你就无歹的命运啦，袂着癌症啦，真艰苦啊，吃东西啊。所以佛甲人讲，咱来不杀生，这同要紧啦。所以各念一遍，不伤害任何生命，保护所有众生，离苦得乐，成就福德。啊，希望各位不管你做医生啊，乃至扫便所，咱的动机事情没有贵贱，只有行为的贵贱。我扫便所，我一切拢是为着别人，希望大家卖巴肚清气，大家拢卖巴肚疼。伊这动机去扫便所，你比市长较敖，因为你的动机是自卑啊，唔是自私。所以咱人未使看好业善，看伊的动机真要紧。一个无友好的人，你搁较强压，互人看袂起，连神嘛看袂起你。啊，一个友好的人，虽然善恰，大家拢尊重伊。
所以这个道理咱一定要了解，不是读册读偌济啊，是咱人格，人格同要紧。所以修行要有一个修行的对象哦。我学观世音菩萨，我学观世帝君会使。啊，你要学习伊的德行啊。那德行有啥物？能够念一遍：不伤害任何众生，保护一切生命。啊，希望各位呢记好掉，不管你做啥物，搁再来对我念皈依佛境。已经皈依啊，已经皈依佛，佛就是一切佛像。皈依法境，法就是道理啦、经典啦。啊，各位今晚咧听我讲道理啦，各位咧听经典，迄就是法啊，离苦得乐，成佛的法。来，皈依精进，什么是精呢？观世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，乃至有七界出家人叫做精啊。精就是讲按照佛陀的教法、信因果慈悲的，也叫做精步、精步。啊，所以哪有法度去供养、去亲近这种的进步，咱就好运的。爱念三遍，来，皈依佛境，皈依法境，皈依清净，皈依佛境，皈依法境，皈依清净。咱个个发愿，愿断一切恶。咱对今日开始，歹代志卖做，好唔好？伤害众生的拢卖做，我无做歹代志，我不过爱钓鱼啊，尔。钓鱼啊，鱼足疼嘞！无你嘴白给我给搞一个好了。啊，鱼啊，细耍鱼啊，冇灵魂呢，卖疼呢。咱过去无想到，咱今冇想到呢。从我就是足爱钓鱼，爱足钓鱼啊，所以我常常嘴破。我今冇忏悔完啦，个也要放心，我唔冇个破个啊。但你过去好也疼，今冇来疼你辛苦啊，食鸡腿啊，你腿还碎你啊，啊！所以这是足公平的代志啊！啊，所以咱了解道理啊，我你就知影。所以各位来，各位念一遍：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。哎，帮助众生的代志，无分宗教，无分愿修人、文人，咱拢来斗相共，好唔好啊？哎，练习叫做修行，做善事啊。第三，摄度一切众生。各位，我今日安尼，人也好。动物也好，神也好，鬼也好，咱拢可以快乐，好唔好啊？安尼就是好福快乐啦！啊，摄度一切众生，人讲一个对我好，我才要对伊好；一个对我歹，我歹插伊，安尼袂使。我对阮囝就好诶，但是个杀死只狗仔来食，安尼。那狗仔嘛会甲你讨债，狗仔佫投胎做恁囝，着伊甲你杀。哎，所以迄叫来讨债，来杀老爸，来甲伊赌钱，来互伊感情受苦。有诶，爸母啊。我刚看报纸，是阿富汗发生的事情。因囝要嫁翁，不爱让因老爸知，怎嫁去啊？因老爸哪想哪想去，怎自杀？安尼啦，怎自杀？迄真正气死老爸，叫做自杀啊！所以啊，有诶生囝就友好，有诶生囝就不好。所以报恩，或者是报债，迄是咱家己做来。都讲虾米人生虾米囝。啊、所以各位了解这道理，卖怪别人修行第一件代志，卖怪别人一切拢自作自受，安尼了解吗？你的好呀，是因为你报施来，你打拼来，报施为因，努力做工作为缘，叫做因缘果报，安尼了解吗？啊，你今日先赚了无钱，啊，你著过去有金钱的借助，顶世人欠人钱唔还，啊，这世人。啊，佫无拍拼，或者是做代志无方法，啊，在家无友好爸母，赚着钱袂晓供养爸母，你安怎赚着无钱？啊，无迄个因嘛。所以啊，各位人听这個道理就改变了。咱皈依三宝的好处是讲，哦，了解道理，不但因得到超度，咱嘛超度家己，因为你就会修行啊，你就改变行为啊。所以佫对我念一遍，安怎改变？来，卖骂人，唱歌才会好听。人家台顶还唱的拢是无骂人才使，声音就好听。再来，卖骗人，口才才会好。有的人卖讲话好啦，啊，再来，卖背后讲是非，讲话大家拢爱听。各位记啊，卖多讲歹话，讲后边人歹话，后摆啊听你讲话就敢那吹草啊，就歹听。啊，再来。卖讲无落因话，讲话则袂则标准啊，
听得清楚，各位卖多讲小话好唔好？咱台湾叫做冷小话，无代志讲个话无诶啊。那你安尼呢？后摆你讲话别清楚，所以那后边即毛几位尊贵的格西，格西就是佛教朴素呢，咧替咱超度，特别叫伊来，伊咧是足足毕业出家，同就拢超过三十年啊，精进修行。拢咧真正修行，然后因个寺庙，因个寺庙三千几人派几个来台湾，甲咱斗相共啊，所以呢，那拜托伊来甲咱修行，因为因个专业，今日修个叫做八，念几遍来，八大祈愿超度啊，有八种大祈愿要来超度哈灵界众生啊，所以好，咱就较放心嘛。哎，咱做咱会晓做诶，爱因做因专业诶，那希望迄代受魂碑、迄代亡者拢得到超度啊！哎，奉献才有快乐，享受是顺福报，了解吗？顺福报，所以讲咱卖顺福报。好，啊，咱即马即两个功德马上回向。什么叫做回向？你今日布施一百块，唔通甲人欢喜，你要将我布施一百块即个功德力，互父母。和世界和众生，安尼叫做慈悲啦，啊，安尼咱家己无接着功德去做功德，唔才叫做功德。好，我今日就布施一百块，我今日公司要开啊，我来布施一百块，希望我发财。结果若无发财，心就互你淡掉去啊。啊，因为有所求未使，啊，你今日连功德嘛要布施，安尼功德较大。啊，而且布施的对象是一切众生，地球有七十亿个人，你就变七十亿个福报。啊，个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啊，伊就变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啊，先将这两项功德来布施，啊，大家对我了，来，愿意出功德，啊，而且今日这个月同要紧，这个月农历高月，叫做念下来，念佛报父母恩业，这个月释迦牟尼佛去天顶给伊的老母说法，讲地藏本愿经去三个月。七八九啊，请回来，请回来啊！所以世间人就爱就思念佛，叫做念佛。那佛陀去提定同像报老母恩啊，摩耶夫人去，为佛陀的老母往生了升天啊，但升天嘛，佫会轮回。释迦牟尼佛升天去给因老母讲道理，互因老母脱离轮回，发菩提心，三个月回来啊。所以这个月我们也叫什么来？天降月。小神通月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九月二日、九月十五迄天答应迄个世间的国王阿罗汉，好，我搁一礼拜就回来世间，安尼啦。那回来世间迄阵呢，那佛陀无用神通落来，那无用神通，啥叫小神通月呢？是上帝甲玉皇大帝，因着用因的小神通，天顶的天人的神通叫小神通，佛的神通才叫大神通。所以呢，那玉皇大帝、上帝就四面佛，啊，就用一个楼梯，三个楼梯，金银铜，啊，就为天顶落来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慢慢啊行落来，那上帝甲玉皇大帝该插落来，哇，世间的国王才知道，哇，原来佛陀比阮上帝较伟大，安尼，啊，因为印度人拜上帝，拜大梵天王、四面佛的，安尼嘛，我都躲进这印度人，啊，所以，天神的神通啊，视线天梯，佛陀走下来，哇！所以大家庆祝佛陀归来了。所以这个月他刚说作为功德，念一下十亿倍，十亿倍哦，哇！各位，这就来谈。但是今日呢，吃一个鸡毛嘛，就叫做十亿斤。所以佛教徒讲这道理：正月、五月、七月、九月这四个月不做坏事，这四个月。吃素放生做好事，这四个月不生气。如果你还要修行，但是各位呢记不掉，同就锤十五记得掉，好唔好啊？锤十五吃菜，就是外面人外跋筊外啉酒，伊刚来做善事，安尼啦。啊，在家多友好父母，安尼你命运就改变，这个道理。一个人破病，你给伊药啊好起来，啊，所以你自然健康。一个人善起来，你帮助伊钱，啊，你自然好起来。就是讲这个道德。这个影响力的招人辛苦，这个下面来善有善报，所以简单讲就来帮助别人，就是帮助自己，就简单的道理。伤害别人
就伤害家己。啊，所以各位爱改变咱的修行，改变的修行是嘴爱改变，身躯的行为要改变，心态要改变，身躯卖做这三件代志。来，念一遍：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。查甫人唔通对不起太太，好唔好？好唔好？哎，你这人家叫做查甫人。啊，你若对不起太太，啊，太太都一间灾祸、哭啊、自杀啦、艰苦啊，也唔甘愿呐。啊，这唔甘愿，唔是讲即世人煞好，世人形形色色拢变冤仇人安尼啦。啊，所以查甫人唔通对不起查甫人，查甫人嘛唔通对起先生。啊，家庭才会圆满。咱家庭无圆满，家庭无温暖，想要别人家庭遐尼温暖，啊，咱家庭无温暖，因为你过去是迫害人的家庭啊，毋是人，毋是死就煞，生命轮回啊。你即世人做的影响后世人啊，你顶世人做的影响即世人啊，你少年做的影响你老啊，这100%的代志啊。啊，因果无分宗教，你不管你有信因果无信因果，你是毋是佛教徒，你去杀人，你去杀动物。你都业报，你都爱破病，对安尼啊！你去偷摕别人的钱，你永远都爱上车，这无法度。这跟你有信宗教拢无关的，那是真理。过两句来，行为决定命运。啊，所以咱今日既然也要救鸡啊、救鱼啊，希望各位对今日开始看到动物啦、蚊啊来，卖个炮死，好唔好啊？蚊啊足可怜的，蚊啊是安尼要叮人。伊就要生囝，公蚊子袂去叮人，母蚊子，公蚊子要去跟他交配，他一定跑，他一定要先去吸血，吸血吸饱，然后他才去接受交配，然后伊囝才生出来，有一叫阴用来孵卵，母蚊子伟不伟大？那个卵孵完，这只卵孵完，这只母蚊子就会死啊，就会死啊，所以一世人才叮人一遍，为着要传宗接代。啊，所以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动物都有一种传宗接代。我传宗接代完，我死嘛，刚完。刚才加拿大、美国那个鲑鱼，安尼，我逆游，龟身骨拢掉伤，到尾啊生完才死，安尼为了传宗接代。所以你来想这個道理，哎呦，母蚊足可怜。啊，你着忙啊，以往该好出去，卖个太好死，卖个怕好死。所以各位领导佬咧，念狗遐的，念家抓的，过一种个。更加強的黏尿器啊，那種的黏黏的，那很濃毒，很濃毒。雖然我們不方便，但是我們不能把人抬好死。你把人抬好死，你隔壁的人每天手我給他插，我給他抬好死，你要抓去關啊。人要叫他抓去關，但是世間很可憐，動物跟抬都沒有人要給你判罪。但是我跟你說，英國法庭，英國的法庭同樣給你判罪。你台死什么？将来咱的健康台死，将来咱的调感情的艰苦，就跟那些动物的红台咱的讲，那红台规定的艰苦，安怎来安怎去？生命是公平的啊！所以各位为了呢，所以咱大家来升起忏悔心啊！所以咱就见效忏悔心，向伊忏悔，然后咱赶紧来救命啊！假受心，那是就算你无假受心，锤十五改变假受心，叫白母。所以讲这个道理很简单，那希望各位有法度听就好。啊，希望你各位也拍拼甲人讲，希望咱后摆议员拢免讲，麦克风举起，你来吃菜啊！麦安尼讲啦，甲你挂落来，你也要讲故事，我想唱歌给你听，物件给你吃安尼啦。慢慢啊改变，我伫咧台南认识一个叫狗啊议员，哇，足厉害！安尼规身躯拢狗啊味，伊做议员就是叫狗啊安尼。啊，所以我就跟他合作，狗那边用台一摇，紧叫他卖用台啊，但是伊利用伊的意愿去救狗啊，安尼嘛是得讲的啊，伊讲安尼真有意义啊，所以那各位咱来，变来去帮助众生，来，咱先讲的个回向，来，愿意出功德，奉心救命的功德，阮对十几年个今日啦，拢总办几场咧。67,000的奉行在世界，救我超过20,000只，救我20,000只。啊，其他的无量不变啊，救马、救骆驼，拢救。啊，在全世界拢在做，因为这救命的功德，慈悲嘛。啊，再来救鬼啊功德，
啊，鸡啊已经几十万只啊，想尽办法，鸡啊不是问题，喊你俗，有所在就会使救，好唔好？无恁兜饲两只，好唔好？两只就好，饲一只狗就好。斗三工，所以那无啊多，无你下面有花卡，饲一百只大军啊嘛好，安尼嘛一百个性命。但是，互咱兜变一个救命的所在，家里就会吉祥。所以，咱随喜这个世间，汉人一个人咧救命、奉献、食菜，这拢是功德。各位，你食菜真好，但是你要将食菜的功德咧，回向我无食菜的人，回向我破病人，安尼毋才叫做自悲。因为我食菜足健康啊，我食菜足道德啊，这个自私的啦。念一遍，一切拢是为了众生。这叫做菩萨啊！菩萨无为着家己，你看，济公师父食肉啉酒，难道伊修行人过来食肉啉酒，为着众生，食伊的肉超度伊啊？啉酒呢，化作甘露神通度众生，安尼呢，疯疯癫癫又化作接触众生。那事实上，济公活佛，而且瓦佛，他是很持戒、很严谨的人，但是装疯卖傻度众生，哎呀！但是不是伊爱食这啊？但是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有。若人若学我，必下地狱苦。你们人去学济公，济公食肉啉酒啊，无要紧。你爱落地噶，人是讲超度，你是咧落地噶。伊是咧搬戏，搬戏，互咱看安尼，才有法度方便接近众生。敢那弥勒菩萨，食我大口大口肥肥，安尼互别人欢喜安尼啦。今日佛教戒律出家人袂使大哭的，代表你放逸爱食爱困啊，那个第八戒啊，那是弥勒菩萨为着要接近咱，所以用这种方便，安尼了解吗？迄叫做慈悲，动机无共款。所以各位听我安尼讲啊，先来功德来回应来，愿意出功德，悉悉功德哦，后边烟供功德，仁波切修行功德，因咧修法。咱拢甲回向来，愿意出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我定于众生，该恭行福德，奉行功德，点灯功德，布施功德，演讲功德，回向往生者，所有亡魂，历代祖先，远亲祭祖，同生极乐世界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回向所有老人健康快乐，子孙友好，家庭圆满。回向所有病苦者，消毒业障，健康自在。回向所有学生囡仔，健康自在，不打电动玩具，乖乖读册。所以这叫做回向，你个回向的对恁孙无乖，你卖烦恼，你也参加法会啊，参加回向的所有囡仔拢乖乖啊，回向，佮回向阮孙嘛乖乖，你慢慢来回向，伊就改变了啊。来对我念，现世者消毒业障，包括咱大家啊，长寿富贵，一切满愿，同行福德。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正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